谓了正任，就是一类新的天体现象，叫做快速射电暴，它的起源，为它这个起源做出了贡献。快速射电暴的猜测，它的起源有很多猜测啊，有很多推测啊，有外星人的推测，也有来自于中子星的推测，但也有来自于黑洞的推测，推测很多。这次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次正任了从一个中子星能够产生快速射电暴，但是这个中子星是在我们银河系内，我们看到的其他的所有的快速射电暴都不是在银河系内，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找到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中子星，它能够产生快速射电暴，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，还没有做到。我们做天文研究看来是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其实带来更多的问题，所以下一步其实更有挑战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最后一块拼盘，应该说是它的拼盘里面很重要的一块。